这里的 Costco， 到这里来看看，看里面的东西有多便宜。有停车场，停车场很多人。一个进去卖可乐的，这里喝的很便宜。今天周末，里面人还挺多的。收银台。卖保健品的。都是那个保健品。鱼的价格，肉的价格，牛肉，酒的价格。苹果店里人挺多的，今天星期天。